恭喜余湘泉柔柔结婚了，登记过程一波三折。余湘泉跟柔柔6月30号下午在北投户政事务所完成登记手续，正式成为昂阿波啦。柔柔目前怀孕5个月，月末胖了6到7公斤，周边围绕着幸福泡泡，只是啊，登记过程有点曲折。是，妈妈没有啊？是哪一本作废的给我？哪一家请的作废？这是谁？是郭三姐。户口名簿拿三次。来吧。好好要正式登记了。这位，这位，同意吗？同意吗？有人反对吗？成熟一点。他签下去的是时候呢，凭正式代表他成为夫家人。我们都是夫家人。于太太哈喽。你看，谢谢。就一首歌，不管未来是安怎的变化，你永远是我的心肝。我结婚了，爱情的力量两条条定下来，浪子回头金。你也知道我是浪子。当然啊，以前是这么的。被我征服了，他朋友都说他就是栽在我手里了，我很厉害。是哦。看到我都是成熟一点。成熟要当爸爸了，成熟一点。每一个哦。但你们当初知道是女儿的时候，跟意想中的有点意外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知道超音波的时候，他还就是他还在旁边说什么哦，看到鸡鸡的什么天赋异禀，看到小猪猪了，天赋异禀。结果那护士之后就很无奈的就说，他明明就是女生。然后他本来在录影，吓到吓到关掉，就真的震惊到哎、欸，因为我们就是一直。100%认为是男生，我们两个傻眼，然后性别派不办。我们知道就没有惊喜，就不想办了，等下一胎再办。我个人比较想要哥哥，因为我觉得哥哥会照顾妹妹，妹妹，姐姐也会啊。我姐没照顾我、啊。为什么这样？那以后会不会变成那个女儿跟你要吃醋啊？女儿黏爸爸、啊？不会，我觉得她会比较黏我。不会，我觉得她一定黏。我现在要传宝，传宝一定黏我，黏死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。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